而为万不肯放。放债者，富人之所乐为，而在今天不肯为。据万家思，思诸以积，连熬积论，群事眈眈。一人可见，十人起的辞乎？一生可见，十生明辨矣乎？岁光明欠，借去尚肯还乎？庸素借钱，如负重责，萧萧取口，尽同离愁。信天下太平，众皆民度暗疾，魔爪即是，便行相持，而莫敢轻动也。一旦有变，彼堆千累万者，复之将安往乎？然彼今之事，既不利未斡旋，亦未必保能无变也。富人始悲，贫无半粟，富家变国起，贫者一百劫。徐常亦委于命而安之矣。同是人耳，竟甘心独搞恶以死哉？且不戒者，将为其利赖乎？造冷烟空，朝不谋隙，借此救命，惜忍负恩。忌口而给，不过生斗，秋收一熟，等之资诸？崔子曰：贵不在大，济人之急可也；济人只在及时，反衣食不缺之家，不过暂时荒欠耳。若肯竭力节省，岂无一时无斗盈余？省得一时出，即可救百人三日之饥；省得五斗出，亦救百人日半之饥。吾以上不满五十，欲以出放济贫，岂不令人耻闻？然只要以吾辈作一榜样，作一前驱耳。既守矣，恨不及数。黎明即起，书片纸曰：十八房有以五十出放。